现在的心情啊？现在心情就是他妈的，紧张到靠背。现在听到里面音乐在放吗？有，干，为什么我剪片不剪长一点？对啊，给自己时间多一点。你不说只有三分钟？对啊。啊？花要剪开吗？要要，谢谢。拿着花进去吗？那页那页，等一下大概送气球的时间，所以你人先进去，你花要一起进去哦。要，去。里面气氛不错哦。有很多人吗？超多的。现在我说那个排队的有很多人。一半给了，一半给了，还有一半。你要给完再出来啊。是吗？在一起将近就是五年多的时间，近两千多的日子里面，我觉得虽然聚少离多，中间有很多就是相似的一些难受，那当然也有很多就是我们一起出游留下一些美好的回忆。那今天就是在这么多朋友面前，我希望就是给我们未来，我们一起可以共建一个家庭的一个承诺。那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啊！谢谢大家。